但是就是要来关心的，就是这最高法院审理这被告这假证的案件，最后这前总统陈水扁候选人陈志忠啊，就是即马市原被判三个月未当来换这罚金，所以伊原本的这高雄市原的这部依照着地方这的法，将一样都和这行政应该解读了。今仔会知啊，这陈志忠是出面来批评讲这是政治对策，而且这地方这的法讲有闹空棒。被告违纪案上高法院审理结束，前总统陈水扁候选人陈志忠现任高雄市议员职务，十七号暗时被行政院依法解读，会知陈志忠出面批评，这个结果是政治的判决加政治对杀。更加不要来接受讲政治对杀，到底将会当讲杀红了眼的这种程度。刑法四十一条本来就有规定讲。不符合这个预科罚金的情形的时阵，本来来当申请预付劳动来折抵，所以法律的解说足清楚，这个罚金人劳动，还是同款的立法的精神。最高法院审理违禁案，前总统夫人吴秀珍被判刑九个月，后生陈志忠查某囝陈信宇甲囝婿赵建明嘛被判刑三个月，因为陈志忠无法度还钱，而且违禁案无法度改做罚金，干那会当申请社会劳动，而且要该担检方同意。面对声援的乡亲发出选立委，陈志忠讲会阁甲陈水扁参详了后才决定。哦，是毋是以后其他的计划啦吼？啊，甲大家报告就是讲，我有哪会来？人我的爸爸阿扁也前总统来参详，伫条我嘛是爱来听大家地方吼，大家乡亲士大恁的意见。不过因为立委选举登记的上半日是十一月二十五号，除非陈志忠伫后礼拜就入家执行，那无是无可能参选。去年高雄市议员选举，陈志忠以上高票当选，啊，不过任期只有218天，就面对着解除职务的命运，敢有可能让太太黄瑞进代替参选？陈志忠并无回应，会知影黄瑞进嘛无陪同出面。记者李秀兰、蔡明浩高雄报道。